大家好，今天呢给大家分享一种货车司机常用来捆绑篷布或者是捆绑货物的一种经典绳结。很多老司机都表示啊忘记怎么打了。那么今天我给大家分享一下。首先呢，我们在合适的位置啊将绳子这样折成一个 S 型，然后将折双的部分啊在左侧绳子上这样缠绕一圈。如果绳子比较滑的话，咱们这样缠绕两圈，给它缠绕两圈，这样更加的牢固。然后再将下方的这个绳兜向左折一个八字形，然后再将右侧绳子从下方这个绳眼这样穿过来，形成一个绳兜，然后再将这个绳兜挂在货车底部的铁钩上，这样越刹越紧，非常的省劲儿。这是一种杠杆原理啊，咱们用很小的力气就能将绳子啊刹得非常的牢固结实。同时呢，用完之后拽一拽绳子，还能够轻松的解开。好了，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喜欢或者是了解的朋友呢，欢迎在下方评论区留言或者是关注。